能不能让他记下？酸菜猪肉大饺子，凉拌橡皮筋，五彩电灯泡炒肉，一个牙的老太太吃了都能塞牙的菜，凉拌车轱辘，轮胎炒鸡蛋，咸蛋黄焗黄泥。你大姨这一天是老辛苦了，给你做这些好吃的。嗯，我今天早上去买菜，我北京人，我说话不都有个口音吗？嗯、什么倍儿好，他说的。嗯、我还之后就是你是东北人吗？我说是啊，咋了？完他说的，你买菜你为什么都买倍儿好的？我这嘎子有软的也非常好，你就拿这个呗。我说的我不要，我要倍儿好的。我当时就说说。哎，你马上变成北京人了。北京人都挺可爱的。嗯，北餐的灵魂，饺子汤。你说你就整这死处，能不能别打孩子？吃个饭，你说你叫什么劲呢？给小猫都吓叫上来，来。我有那么大的威力啊。凉拌车轱辘，凉拌橡皮筋儿。吃个饭，你这慢点烫。吃后筋拔骨，吃这个最好吃，可甜了。嗯，三色甜椒。你他妈胡子拖了地，你都没有个出息你！大姨都告诉你，吃饭别挨他。你家大姨他不就打不着你了？该咋吃咋吃。饺子就热的才好吃。妈呀！咋热的？咱小子爱吃热乎的。能不能让他记下？妈妈别拽我头发。来北京还变态？我给你抓监狱去。